山东省定陶县一个普通的县城。2016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六，整个县城还沉浸在浓浓的年味当中。赖小锦和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县城中心的一家超市，准备开始今天的工作。打开了店里的电源开关，赖小锦便和店员们一起重复着每天必做的工作，整理货品，打扫卫生。因为跟往常一样，那个布的话它也跟往常一样盖好的了。可就在短短几分钟之后，赖小锦觉得事情一下子变得严重了起来。当我们把所有的黄金都给摆上去之后，想要补货的时候，才看见柜台上面是非常的乱的，但是精品区上面的话缺的货特别多。这样看来，店里的首饰被人翻动过，而且还有一些首饰丢失了。于是赖小锦迅速带着店员对货品进行了清点。清点之后，店员们发现事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当时丢了多少东西？一共丢了28件货品。有价值多少钱？价值是14.7万多。在确认大量的货品丢失之后，赖小锦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到那一看以后呢，这个有两个珠宝专柜被盗了，保险盗了量比较大，锁住了，又出现一个敲压痕迹，还有这个用硬物敲别的一个痕迹。在发现货品丢失之前，金店的店员已经将店内的卫生打扫了一遍，这给案件的侦破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他们服务员已经把地下的地都掏完了，然后进入的人比较多，很多痕迹已经被破坏。民警一方面对金店内部进行反复勘查，一方面对超市的所有出入口进行了仔细检查，发现了那个超市总共有5个门，所有的外围的监控进行大范围的海量调取，排除嫌疑人是从这个5个门进去的，或者从那走的。对于这起盗窃案，警方的侦破工作存在着3个难点。首先，案发现场在警方到达之前就已经被金店的工作人员打扫过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次，对超市入口的勘查也没有任何的收获，警方没有发现从外部强行进入超市内部的痕迹。最后，也是让人最疑惑的一点，这家超市有着比较完善的防盗系统，在超市内部的关键位置都设有摄像头，出入的大门也有报警系统，并且晚上还有保安值班。可是，这一切防范措施都没能阻止盗窃案件的发生。难道说实施盗窃的人对超市非常熟悉？面对如此复杂的案情，民警该如何破解迷局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大型超市突发窃案，数万饰品竟然不翼而飞。第一眼看上去呢，发现那不是被盗的现场，不是很凌乱。破案过程曲折离奇，警方该如何突破迷局？我们第一感觉就是一直内外结合，和他们报案，再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内部的员工偷走的东西。黄金失窃20万，一线正在播出。在对超市进行勘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超市很多地方都安放了监控探头，也就是说很有可能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被监控探头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只要根据监控探头记录下的视频资料，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嫌疑人出入超市的具体时间了。于是民警迅速找到了超市负责视频监控的工作人员。正好那天下午好像是4点5点来钟吧，停电了。停电以后，他们超市的一些那个设备也不是多先进，还需要重新开启，启动以后才能恢复录像。管监控的这个咱们这个员工呢，也没有及时把监控打开，所以呢，这来电以后的监控就基本上超市内的监控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超市里的监控探头没有记录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这让本就毫无头绪的侦查工作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如果他那个超市那个全景监控打开以后，我们就通过这些这个监控摄像头，就很容易找到这个嫌疑人的进出点、进出时间，都能给他准确的判断。与此同时，负责对周边商户进行走访的民警也毫无斩获，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个超市刚开业两天，怎么就关了啊？发生被盗了，群众反响特别厉害，这是压力很大。如果这个案件打的时间比较长，犯罪嫌疑人有可能把赃物这个销掉了，把得到的钱挥霍掉了，对当事人这个经济的挽回损失，这个都很难了。就在侦破布局的时候，民警们决定还是只能立足现场，反复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走访，扩大调查和走访的范围。民警反复对案件现有线索进行分析，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我们第一感觉就觉得疑似内外结合，和他们保安是不是内外结合，再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内部的员工透露的。与此同时，金店的经理告诉民警，自己在金店里单独安装了几个摄像头，在案发后查看视频监控时，偶然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当时，在现场发现嫌疑人的这个视频资料，但是不知道嫌疑人的身份，我就要求这个专案组，扩展线索。通过对视频进行分析，民警发现，嫌疑人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2月13日凌晨1:40左右。在金店里四处走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根据录像一看，这个嫌疑人还戴着手套，他也知道对这个超市内还有一些监控探头进行那个规避。监控里，嫌疑人从柜台走到了收银台，不慌不忙地在抽屉里翻找财物。他打开了一个抽屉，翻了一会儿，似乎没有收获，又开始翻找另外的抽屉。犯罪嫌疑人当时头都戴着一个帽子，身高有1米6.8左右，体态较瘦，年龄有24岁左右。这个时候，嫌疑人从兜里拿出了一个工具，开始试图撬开其中一个锁上的抽屉。过了一会儿，锁上的抽屉被他撬开了，他似乎找到了一些现金。用螺丝刀把这些这个门啊什么，把这些这个抽屉别开了，用那自备的一些螺丝刀。
他每次在柜台前都会犹豫一番，似乎会先挑选一下，然后再拿走相应的首饰。进行造这些珠宝的价格，一般呢就低于一万的或者低于这个八千的，他就不要了，就拿价格比较高一点的。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个男子反复进入两家金店。发现这个嫌疑人啊，他这个在作案以后啊，他全部把这些包括上面盖的红布，这个全部又盖上，是吧？你第一眼，如果是你不是第一眼看上去，那绝对是发现的不是被盗的现场，不是很凌乱。他用个东西，不是手电筒，像是那种大的那个充电宝，然后呢上面有灯。当时通过这个监控探头发现，这个嫌疑人是在这个机器方面逗留时间比较长一点。他一开始撬这个上面的收银台没有撬开，撬下面的抽屉，那个抽屉是放的备用金的，就是每天超市晚上打烊要放一部备用金，第二天找零，所以说他把下面的抽屉撬开了，把里面的备用金拿走了。大概多少钱？这个大概是4400多。在这个3:30的时候，这个二楼啊也有一个自主监控，就是咱们这个商家自己的一个监控，看见一个影子过去了，然后再也没发现了。具体的时间没法推断，只能估计一个大概的时间，也没法判断是不是先从别的地方到楼过来，还是从直接从楼门过来的，这都没法判断现在。与此同时，另外一组民警在走访超市其他商户时，不仅了解到其他的商户有手包、导航仪和衣服失窃的情况，还发现了嫌疑人潜入超市的隐蔽通道。所以我们第二次又进行初步看现场，然后就发现他这个卖童装这个地方有出入口，有松动。到最后我们排查到这个童装区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这个位置少一件衣服，地下这个地方也少一件衣服，然后通过对这个出入口，然后这个是维修通道，发现上面有很明显的一个摩擦痕迹，就是说它有很厚的土已经被磨掉了，所以说比较新鲜，所以说通过这个位置对外面进行这个进入这个通道的地方进行排查，发现有一个入口，就是从这里进来的。这个服务员呢，一发现就是说，当时上班的时候呢，也都是我们事后了解到的，因为这个情况他们没有跟我们说，他的这个童装的这个地方呢，当时是有几件衣服都掉下来了，因为他下去走的时候，他肯定要踩那衣服。根据监控视频提供的信息，参考嫌疑人出入超市的路线，民警迅速对超市内部开始进行排查，希望能够捕捉到和此案有关的蛛丝马迹。我们警察对他的员工、对他这些保安进行排查摸排。我们看了监控，看了下来以后，我们把东西马上就排除了。这应该不是他们，这应该是这个不跟他们员工应该没关系。
通过又一轮细致的走访和摸排，超市内部工作人员进行盗窃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好不容易分析出来的侦破方向也被推翻了。这样我们专案组呢分了几个组，有现场勘查组、现场走访组，然后有这个视频调取组，我们把所有的监控都集中起来进行看，连民用的哈，连我们的天网这一块应该调了将近有200多个探头吧都。随着走访范围的扩大以及调取监控视频数量的增加，民警的工作量呈几何级的增长。经过不懈的努力，民警终于在超市附近的一个胡同里的监控探头中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边有一个那个新兴宾馆，有一个摄像头，正好有他的身影，沿着金茂街出了那个胡同上北去了。3:50左右的时候就点那个雨伞，点那个塑料袋就往北去了。我们说咱从这个时间上判断，有可能就是嫌疑人。民警通过超市内的监控推断，嫌疑人应该是在2月13号的凌晨3:30左右离开超市的。而监控中，这个人出现的时间和嫌疑人离开超市的时间相近，出现的地点也是在超市附近。那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嫌疑人？他的出现给案件的侦破工作会带来转机吗？多方调查，反复研判，案情终于柳暗花明。海量视频逐一比对，警方能否顺藤摸瓜？黄金失窃20万，一线正在播出。民警迅速对两段监控视频进行了比对。灯光反光器我拍到的是一个白色的鞋子，嫌疑人做了一个作案的时候，我们在观看监控的时候一看，就是一个棕色的或者是个深色的一个就是运动皮鞋，发现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个符合这个时间段，所以从鞋子上我们感觉哎呀心里又打起鼓来了。警方一方面继续调查和走访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则集中警力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确认这两个人的身份和行踪。我这个专案组的这个成员呢，就是我分开组，然后就将后边的将近6户人家吧，挨家挨户这个逐人见面，都给他这个谈了这些情况。他们发现呢，就是说从他们这些住户里面没有办法出人。可疑男子出现在视频监控里的时间是凌晨3:50，调查发现，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几个小时里都没有附近的住户外出或者回家，也就是说这个可疑男子并不是附近的居民。超市里发现那个嫌疑人，最后发现他的这个身影，这个时间也比较接近。咱再一个呢，从他那个走路的那个步态，咱发现倾向于这个就是嫌疑人。反复比对两段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个可疑男子的体态和嫌疑人非常相似，警方迅速将可疑男子列为主要调查目标，将这个男子的行踪作为本案的突破口。从凌晨3:52到4:54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所有的出入车辆在河上路上经过了，所有的车辆进行了排查。因为只有这一个监控探头拍到了一个疑似嫌疑人的背影，之后就没有了他的踪迹，民警只能采取地毯式的调查方式来寻找这个可疑男子的踪迹。包括这些这个早期的这些环卫工人，包括这些这个其他的，就是说咱从监控发现的和他过的这个车辆，咱注意的就是找到这个车主，然后问看他们发现啥情况。在调查过程中，负责走访出租车的民警获取了一个线索，在案发后的一个小时左右，有一个和嫌疑人体貌特征较像的男子乘坐过出租车。排查出来一个出租车，凌晨4:54，说呢有一个20来岁的这个年轻男子，点了伞，从北洋小区乘车去了菏泽汽车站。
可是这个男子下车之后又消失了。民警迅速赶往山东省菏泽市，将菏泽汽车站作为起点重新调查。然后通过周围的一个菏泽的出租车司机，这个把司机也是呢注意下面，注意下面通过其中一个司机呢回忆呢，就是说他在汽车站那个附近跟他们接了一个年轻男人。结果和之前一样，可疑男子下车后再次消失了。定陶县公安局的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迅速调取了菏泽汽车站周边的监控。老上头分析说，他应该住旅店的面应该比较大，住宾馆的面比较大。这样呢，我们在他的消失地方，我们就这个看监控。嫌疑人在里面躲了将近有八分钟以后，哎，他又出来了，然后步行着进了这个隔壁的一个宾馆。当警方调取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因为这个男子手里的衣服就是超市失窃的那件。录像信息和我们这个北到现场的那一些监控信息，他手里面提的东西都基本都是一致的。包括他这个手里拿这个包，包括这个是在这个胳膊外边还打了一个这个外罩。通过这个对比，这个外罩呢，就是说咱就发现呢，给这个超市的童装又少了一件衣服，这些细部特征完全都比得上。这样看来，民警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个男子就是警方寻找已久的嫌疑人。咱们这个宾馆的这个服务员啊，又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嫌疑人办了一个会员卡，这会员卡呢上面留有他的个人信息，包括联系方式。我们就这个针对这个贺某呢进行了这个多方面的走访，包括他的家庭情况、生活习性，包括他的这个一些这个工作啦、什么交往啦这些情况都给他摸了一遍。通过查询宾馆的登记记录，定陶警方很快地查清了嫌疑人的身份。何东，23岁，定陶县人，常年在外打工，2015年底才回到定陶。何东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据村里人介绍，何东家的条件不错，他的父亲经营着两个鸭棚，并且家里还新盖了一栋3层小楼。何东的父亲还给他找了结婚的对象，打算年后就让他们完婚。一家四口原本是其乐融融，谁都没有想到何东会在这个时候做下这样的事情。这一切还要等到何东归案之后才能够真相大白。变化不断，抓捕行动能否顺利实施，疑惑重重，究竟是什么让他铤而走险？黄金失窃20万，一线正在播出。警方调查后发现，作案之后的何东从宾馆离开之后便回了家，一直也没有外出。放假期间人员比较多，外来务工都在吹，一旦进水呢是比较明显。我们这专案组分了几班以后，围着他这个进出口，他村的进出口、大路口全部布置上咱的这个便衣，进行蹲守，就是说防止发现他这个外出。发现之后，我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掌握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来把他抓捕归案。虽然警方已经确定何东就是犯罪嫌疑人，但此时此刻警方并不知道何东是否还有同伙，何东的家人是否对此案知情。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决定暂时按兵不动，围而不捕。必须抓获一举成功，不然的话他发觉之后，这个有可能把赃物给你隐匿消掉或者是他逃跑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2月16日下午，何东似乎约了朋友，打上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家。
本身呢，这边这个在出租车公司的这一组呢，就和这个各场地进行设伏，啊，想着呢抽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地点，将何某进行密捕。他坐一辆出租车到了一个超市，我们一看是这个十几人入，在16号的这个下午7点半，还在一个超市把他抓获。抓捕他以后，从他身上就搜出来一枚钻戒，就是他在这个天伦超市背到的。问他那些物品在什么位置，他就说放在他家里面，他一个黑色的一个马甲里面。根据何东的供述，民警迅速赶往何东的家中。我是咱县公安刑警队，我名字叫石海龙，知道不？那是恁是何家军啊？现在已经被俺那个银行已经把他传回去了啊！临时连道歉。当天晚上和刑警大队一块到他家进行追赃。他到底藏在他那个马甲内，我们的马甲进身上，这是马甲啊，这是黑马甲，他交代了啊，这是交代了啊。好，这是马甲啊，好，我们把它放这儿来，找。在马甲内裤的啊，发现物品。好，我把它拿出来啊。这是用这个数据线缠过来。从他这个黑色的这个马甲里面搜出来，7枚钻戒，23条项链。这两块表啊，王位表啊，这牌子。在他那个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又搜出来这个3块手表。在这里面看看，发现包，手包一个。现在哈，我们拉开手包，发现这也有3大捆绑好了哈，人民币。哇，看了吗？等会儿我拿出来找一张。老哥，好，这衣服是吧？我看这衣服上面这个衣服啊，是这衣服吧？是吧？是这衣服是吧？面对民警的讯问，何东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你就想过被抓的那个事吗？想过。什么时候想的？就我到北京以后就想过。当时怎么想的？我就想过，如果抓了怎么办？何东说，他没想过这么快就被警察抓住。回想起自己的行为，他的言语中充满悔恨。我老爸说我错了，这一年是安排挺好的，让我自己没听话。这个是希望他能那样，我出去以后他能原谅我。何东告诉记者，他和父亲两人的脾气都很倔强，缺少沟通，关系并不融洽。今年24了吧？24，那该成家了。他自己的想法呢？哎呀，他自己的想法那咱也不知道，是吧？没聊过。那他不
不经常在家，俺一般的也拉不着，俺俩在后边住也得先忙，今天忙了些。2015年年底，何东的父亲在河东打工回到家后，给何东安排了相亲对象，给何东也准备好了新房，一心想让儿子早点稳定下来。而何东为了不让父亲生气，也没有反对。但何东的心里清楚，结婚需要钱，但他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也不愿意靠自己的双手改变这一切。于是何东决定铤而走险。那是晚上我从那个隔壁那个楼梯上去。上去我也不知道那里有通口，我就看怎么能进去，结果找到一个通口。何东一直到作案结束都穿着超市里随手拿起的那件童装，这也成为了定陶警方侦破此案的一个关键线索。进入超市之后，就如同监控中记录的一样，何东主要的行窃目标放在了两家金店之中。在对超市里的两家金店实施盗窃之后，何东在离开的时候还偷走了超市的一个手包、一个导航仪以及4000多元的现金。一般的盗窃案件在破获之后追赃完存比较困难，大部分被犯罪嫌疑人把赃物销掉，这个所得的赃款已经被他挥霍掉了。这个案件呢，把嫌疑人抓获的比较及时，他赃物几乎没有销，几乎全部被追回。至此，案件成功告破，除了一些现金被何东挥霍掉之外，其他的赃物均被追回。无论是警方还是经营者都满心欢喜。可在定陶县城10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位父亲，他所有美好的憧憬被他的儿子亲手击得粉碎。我再见到他想跟他说点什么呀？你把咱的父了还狠还气，生气什么呢？哎呀，生气他办的事太不那个了吧。他的脾气不好，我脾气不好，他对我特别好。其实对你挺好的，那就后悔。那天我就结婚了，结婚了我也有这事。没办法，你当然不想到这个样吧。就啥事都给他安排的好了，案件侦破之后，超市对内部的监控系统进行了更新，也将类似于通风口这种可以进入到超市内部的通道进行了整改。这起案件也再一次给经营者敲响警钟，如何依法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很重要，但是防盗这件事情也不容忽视。一是这个贵重物品应当集中保管，把它放到保险柜，专人给你看管。第二，超市加大这个监控探头的密度，人员哈应当在里边进行巡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除了经营者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外，每个人也应该提高知法、懂法、守法的法律意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